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聪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期我在家中是如何健身的。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家中比较有灵魂的健身方式。哟，咦！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在家中经常用到练腹部的动作。对，第一个就是仰卧起坐。起来一点就行，起太高的话，后面练到的也不是你的腹部了。接下来那个动作就是练侧腹，就这样。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做，这边做一个，这边做一个。然后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在家中练胸部的动作，俯卧撑，就是尽量做的标准一点，一定要做慢一点，就感受那个俯卧撑的发力。如果练完之后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玩一些比较花的，就是这，哦，失败了。